观众朋友，大家早安，欢迎准时收看我们早安华尔街。那么其实台湾的股市啊，真的是很难操作。对，我相信这个是观众朋友的心声啊。没错啊，你给他看哦，昨天其实大盘呢涨十点，但是呢上市加上柜涨停板的公司啊超过将近五十档哦，五十家这么多，差不多加起来四十几家啦。哎，我啊，你也感觉我哎，老师，我的股票是安怎拢未起？啊，起的股票拢别人诶，哎，很奇怪。对，那第二个来讲呢，你说宏达电，哎，昨天给你公布说哇，它的营收只有前天下午啦，下午公布营收很大，113.7，哎，结果它的股票在拉。那很多人觉得说，哎，老师啊，一间了钱的公司现在在260几块，合不合理？讲实话，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做评断。但是你去想说，哎，你去买这个股票，你买安怎做啊？对啊，所以那么那个公司股票赚很多的，它不涨，那、啊、这个第一季会给你赔钱，股价还在260几块，而且还不合理，盘中一直拉这样子。对，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啊，股票市场不合理的事情存在不会太久。对，黑摩探险的公司，你俩讲哇，前几天大家在讲生气，对，今麦克克有人来啦，你讲。外国还做梦，你忙去做啊？还是还是白日梦、南柯一梦啊？对不对？对，做股票市场就跟我们坚持我们的方向，你一定得赚钱。就是说啊，股价它一定要反映它的业绩，股价最后会反映它的获利。对，对，有获利的公司，咱去做，安尼就对啊。对，其他把人家讲的有诶无诶，你都卖听啦。对，是不是这样？对，我们操作就本着这个原则。没错，你如果认同我们的理念，才在跟我们做嘛。对啊，所以我们找给你的股票的时候，那获利。我常跟投资朋友在讲的就是，给我获利啊，趋于免谈啦、啊。我也把它翻成英文叫做 "Show me the money"。对啦，你妈讲的有诶无诶，那免讲啦。你的五碳级，你公司五碳级啊，我们跟着你去做，就跟着赚钱，就是这样嘛，对，对不对？讲得非常好。对，那我想这个观众朋友，你昨天一定觉得这个宏达电，哎呦，好强哦。对，不可否认，哎，它真的很强，没错。哦，但是呢，观众朋友，你要去思考一件事情，涨的这个强，是你要去留吗？你一定要在那个时候摊平吗？还是他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是你要小心的？好，所以观众朋友，你看哦，我简单讲啊，113.7，这个就是宏达电的二月营收。二月营收113.7，那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它要达标，三月份要翻倍。那最简单就是这样嘛。那我再问你哦，啊，三月份没有翻倍，是利多还是利空？就是利空嘛。三月份没有翻倍是利空，那三月份能不能翻倍，你知道吗？你也不知道啊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三月份要翻倍哦，送你一个字，叫做难啊。好，所以我不是那种空头老师，我相信你很清楚。宏达电的部分，我们是怎么带你208做到300块以上？可是观众，你也要看呐、啊，不是说266去买，你赚到300块以上，你很开心啊，不是这样子的。而是你怎么样？宏达电现在未来的部分，我再请问你一件事情：你有看到外资纷纷调降目标价吗？你也还没看到，不是这样子吗？那我再问你一件事情，宏达电如果二月份营收是这样，三月份又起不来，那外资会不会调降它目标价？问题就来了啊。所以观众朋友，我再问你最后一件事情，宏达电昨天利空，但是怎么样开高震荡走高，大单狂拉，你是利用这个时间去赶快把你少亏为盈呢，还是你利用这个时间去加码摊平？哦，那动作差别就很大。所以刚刚江老师讲说这个台股真的很难做，我想这很清楚啦。那我再问你最后一件事，刚刚说最后一件嘛，对不对？来，宏达电现在是利空出尽，
还是利空进出？你能回答我吗？有一天宏达电若是公布第一季真的亏钱，那观众朋友，一家亏钱的公司200多块的股价，你会想做什么动作？你问你自己就知道了嘛。好，所以当然我知道我这样讲，你可能你也不怕嘛，因为昨天你看嘛，你都不怕嘛，对不对？那没有关系，我也不会说服你怎么样，我不会说服你说你一定要跟着我把它卖掉怎么样，不需要，你自己可以判断。可是如果问题出现的时候，你要你自己要有材料去改管。哦，就是这样子。宏达电3月5号新会员282出，转到联发科，联发科后来创新高353，卖完之后化水也跟档真正乱。你说我这个操作对还是错？昨天收盘，昨天收多少？266。我卖多少？282。看起来还是我赢。好，所以观众朋友，我说你现在如果你真的有把握，那你真的到时候受伤了，你怨不得别人。弹起来该你跑，如果真的是逃命坡的话，逃，逃命坡。如果真的是逃命坡的话，你不跑，那你就等着被盗货。那新机是不是救星？我再告诉你一件事，三月份它只剩2个礼拜可以卖，你来告诉我它是救星，那我真的佩服你。好，那观众们再看哦，我不是看空宏达电，宏达电一路以来我们也是208跟你预告波段起涨，其中11月22号238加码，12月7号、11号、14号加码，平均均价265，300块以上带你卖。宏达电我的价差，我相信市场上没有人可以跟我比。那现在观众朋友，这一边的191是赚钱哦，宏达电还赚1块钱哦，这一边191，宏达电还赚1块钱哦。那这边赔钱会怎么样？这边赔钱会怎么样？会不会这样？你可以自己思考。那当然，当我做多的时候，当我做多的时候，一定是怎么样？就是这一边再来的时候，这个是我强力做多的时候。可是你如果是一路套下去哦，强力做多拍谁？无你的份啊，因为你买不起。好，所以观众朋友，宏达电的操作简单讲到这一边。你真的想知道这一波上来到底该怎么操作的，等一下广告当中电话欢迎你利用，我会告诉你应该要怎么做。那当然如果说你真的有把握你的操作可以赢我的话，那你自己做没有关系，只是到时候把你真正我没想要看到的事情真正发生，那观众朋友出事情的时候你自己要负责，我们没有办法帮你负责。那联发科的时间今天没有时间多讲，联发科我的还是那一句话，昨天就告诉你了，只要他敢拉回我就敢加嘛。我看的是什么？我看的就是像宏达电这样大波段的行情，往上大波段的行情。好，那你联发科想赚不晓得该怎么做的，也欢迎你电话可以自行利用。那广告回来，我们这个标已经不晓得该标到几根涨停板了，那个倍数的部分已经好难算了。我只知道说昨天涨一根的话，我们是多了30几%。对，二十六趴，多了26%的这个获利。那到底是什么股票一天多26%获利？28标股。广告回来之后跟你分享，我们进广告。1, 2, 3。爱美的女人都知道，肌肤会老化，牙齿也是，不呵护就会不健康。
我用黑人纯亮白多效护理牙膏，创新净护白配方，一次给我亮白加七大功效，牙齿变白变健康，让我看起来更年轻。一次给我亮白加七大功效，我的全亮白多效护理。台积电创办人的雄心，我会再创奇迹，屡屡再创巅峰。亚洲投顾27年的服务精神，掌握市场经济脉动，结合国际财经趋势，创造高倍速的获利。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亚洲投顾，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人压力大，腰背痛，肠胃痛，头痛，轮番上阵，中西医教你快速摆脱疼痛，月月安宁，挥别经痛和不孕危机。现在订阅长春月刊，强力好礼大方送，欧色弱体脂剂、飞腾电炉等任你挑。长春月刊，你的家庭医师。台视文化爱乐团，好礼讲不完，全面开战。The most protected building on earth.Has fallen. The president is being held hostage. India, China, and Russia have declared a state of emergency. Go back! 全面攻占，倒数救援。3月22日，迫在眉睫。人际美味在哪里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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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美食特派员帮您挖宝。什么样的新闻会对国际股汇市造成大震荡？什么样的新闻会让全球资金产生蝴蝶效应？后续法人、散户、业内主力的操作密码，请锁定非凡商业台，周一至周五晚间7点，非凡新闻通。你好，欢迎回到节目现场。那昨天大家会发现说，其实28标股还是主流，还是主流，生技已经熄火了，对不对？没错，28标股还是一柱擎天。当然，对，所以赶快请江老师总代理来跟我们讲讲话。好的，那么其实这一波以来啊，连米的哪里话，金融是主流，连米五郎哪里工生技是主流，然后一下子跟你讲说什么概念股来，一下就跟你讲说，哦，像昨天来讲。Flash 很强，就跟你讲 Flash 是主流，自始至终以来啊，从来没有跟你变过的，就跟你讲28标股是主流。我相信所有的观众朋友，你打个人到现在来讲啊，你都会觉得说，哦，今天人这老师真正吼可触是安怎，无来你变来变去啦，连面来讲这个主流，连面来讲那个主流，而你变来变去，会员也赚不到钱，赚不到钱。只有我们跟你讲说怎么样，28标股在这里来。28标股什么时候就跟你讲了，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去年啊，我们不是现在来说啊，去年的12月1号就跟你讲了，就跟你讲说怎么样，28奈米台积电选对标股才会飙。所以你看现在打开的公安啊，光28奈米的股票很强，为什么它会很强？因为它的基本面够扎实。当大家业绩都在衰退，大家的业绩都做坏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啊，跟台积电28奈米有关系的一柱擎天。而且我们跟你讲的股票就是什么，我跟你讲的股票就是有业绩，就是在反映它的业绩，而不是说啊，我们来去做一下梦，哦，它可能会怎么样，全部没有可能不可能的，业绩就是好。看一下图表啊，你就知道说，哎，我们来去讲的股票吼，真正就是作用哦。你给他看，跟你讲28标股，还是28标股。2月20，即使在2月27号，我们办演讲，我刚才去北部来，你中南部的哦，很多会员手上都有了。我们送给会员的那一张图卡，再给他照出来给各位亲啊观众朋友看这里。我们跟大家讲，还是28标股。我们讲说主流就是主流，它不会改变的啊。现在改变的就是啊，都是不是主流啊嘛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特别跟大家讲说，最会飙的股票就是在这个设备，就是在这个设备的族群。哎，你给他看哦，昨天红树怎么样？
涨停锁住。昨天的这个嘉登怎么样？涨停锁住。昨天的汉维科怎么样？哦，涨停锁住，快要挑战，快要变股王了，快要变成股王了。对啊，你就想说，哎、欸，我们讲的股票怎么会这么强？然后呢，我们跟你讲说，这个2467的智胜创新高，要把它移上来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它是设备。对，这个我们等一下有时间再跟大家讲。所以说，我咧来咧讲，来咧讲的，就是讲啊，大家人拢来咧讲的，我嘛来讲生技股唔盲用啊，是啊嘛盲用，因为伊都无基本面啊。但是我跟你讲说，我的28标股不一样哦，为什么不一样？哎，老叔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宏硕的，给各位看一下，昨天呐、啊、还是在涨停板。那昨天涨停板的意思等于，哎，老叔，前天嘛涨停板呢，我知啦，我嘛在涨停板，你给他看，开盘一下子就攻涨停，然后就缩起来。哎哎，385，那个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？就是哎，奇怪，一档股票哎越涨停量越少，因为大家不想卖嘛。对啊，因为我就跟大家讲。好不容易抓到一只标股，你若卖出去，你有找到会较好的来卖吗？对不对？对，你怎么去买？啊，我们有没有进去买？进来观众朋友，你给他看啊，我们有没有进去买？你给他看就知道啊。你要看说，哎，我们有没有进去买？来这里，2月23，我们加码的讯号是怎么样？起给得到靠累，市价就给他买进去啊。当所有的人都跟你讲说不要买了啊，那个已经最高了，你会当最后一只什么老鼠怎么样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市价就给他买进去。2月23，2月26号再买，手中无持股再买。我们跟你讲说怎么样？逢拉回还是要站在买方。就是阿拉讲的，讲一句大家人都听有，任何拉回皆买点啦、啊。就是说，伊若叫等下，你来买就对；伊若叫等下，来买就对啦。惊你唔知，对不对？买了之后真歹势，当天也是涨停板。结果2月27号，哇，跌停板啊！大家人惊到要死啊！我相信很多人那一天本来要听我们演讲，我说：“哎，老师，你的股票跌停板不爱来，不爱来，不爱来，是你最近卖来，最近卖来。因为那股票好就是好嘛，你给他看哦。我们要跟大家讲说怎么样。”没有持股的在249.5，249.5多安喏，多跌停板了、啊，跌停板建立基本持股。我们要跟大家怎么讲呢？吼，逢拉回都应站在买方。亲爱观众朋友，我带你买股票就是安呢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K 线图啊，你也刚刚真正可处啊，啊那可处你来看吼、哦，你可以看它的 K 线图，你看它是怎么涨的一个，哦。我手中啦有这款股票吼，很多人都万叹讲啊，无迄个股票。你看看哦，我们从10月23这边起涨，哦，这边十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用红的啦，红的较吉利啦。10月23这里啦，这里起涨起来，涨到这边，然后呢已经超过200块了，买加码买跌停这边再买，哪讲无？唔知我这间公司啊，来企业唔敢安尼叫你买啦。结果你看看，这样一路上来，来到多少？322.5啊！一天你若买伫这70块吼，一天涨26%。其实你卖讲，你卖讲70块啦，就算讲你加去买去加嘛，就讲嘛是10%，无起起来嘛是60%，嘛是60%。哎、欸，起来嘛是60%，谁敢说28标股票不强？那今天呢？汉维科在涨停板，对，挑战股王嘛，挑战股王。你看到嘉登在涨停板，所有的人弄那来的讲28标股，大家来讲哇，一个股票一有啊无？无啦，亲爱观众朋友，他有没有？有，你叫他把扣线拿出来给你看。都买去那边讲啊，我们啊去买那个什么？有没有？谁敢这边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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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而且那天跌停还买，而且买的时候用起给去敲啊？为什么用跌停去买啊？因为它涨到这里嘛，涨太多被警示嘛，5分钟分盘嘛，对，哇，所以说现在你给他看呐、啊，这个249.5，足可爱的，四支停板，搁一两三四，哇，好可爱哦、喔，对，超可爱，超可爱的哈、喔，可是没有买到就超恨的，對對對啊，谁带你去买？我知道你不敢买，我也说这一些股票已经涨那么多，讲实在已经涨到322.5，我也拜你不要带你去追了啦。你但是你手中有股票的，你要怎么操作？那还有没有其他的股票？你看汉维科，哎、欸，如果说这一个族群它可以去当这个股王啊，
你说我那时候讲说这个是要主流中的主流，标股中的标股，标股中的标股，而且我们的标股跟别人不一样啊。其他观众朋友，你别说，哎，老师你把讲标股作者人家讲的不一样啊，你要搞清楚啊，我们的标股是有基本面的，因为什么？他一月份赚了3.7块，一个月赚3.7块啦。这个股票标的什么？我就跟你讲，越涨本益比越低嘛。所以呢，你都不要去听什么杂音说啊，老师人家讲起价这样一等啊，啊等来一些那么等啊，看回不回，看回不回。真的好的股票就是这样。你要叫他等来个就困难。对哦，啊你敢买也唔敢买。这中间我没有送过好多涨停板给大家的啦。但是呢，我还是跟大家这样讲，我们还有很多股票来看一下，我们有没有很多这些股票都是28标股的？有啊，你给他看哦。来，其实啊，我们真的有太多的股票，你给他看哦。像我们有跟大家讲崇越啊，本益比最低的有没有？有，本益比最低的28标股啊，结果你看它怎么涨？过来看这里。老姜的股票吼，无漏亏啦。老姜的股票，刚刚讲一句话，你听到就甘心啦。对我买这股票的人，无一个人了解。你看创新高，我们从这边跟你讲哦，涨上来，哎，安尼起起来嘛。那一天1月28号，对啊，你看现在48块，48块到现在已经54.7块了，涨6.7块，好还是不好？创新高呢？你看这一种股票，安尼一直起，一直起。老师，这个股票我不敢买呢，因为这样的股票你都不敢买，所以我们才带你买。其实我们昨天在这边讲的2467的智胜，我们跟你讲说怎么样，大家人都不敢买啊，大家人都不知道他在上，因为大家都不晓得他也是设备股哦，因为他是在做什么？他是做在干式设备的，干制程，干制程啦。啊，那个宏硕是做那个湿制程的啦。单单讲一句话啦，就是拿咧做设备股票，起码拢做够起的啦。对哦。如果说他去年赚2.02，今年第一季可以赚1.5，也高给金价拢阿袂欢迎到的啦。结果我们一讲，也是创新高啊，今天创新高，也是创新高啊，昨天创新高，对不对？那你要去想看看，像这样的股票，你敢不敢去买？哎，创新高啊，量能也开始出来啦，涨完了没有？你讲老师创新高，那档啊开始要起尔啦，其他观众朋友，你不要有说哎，已经创新高啊。股票你如果不敢买创新高的股票，你在股票市场里面你永远不会赚钱。我刚才你断句话啦，你要知道他说他已经把他的基本面反映过了没有？第一个做设备的，第二个今年第一季的获利跟去年同期比成长5倍。股尼探0.24，阿基尼被探口博。第三个还有，它还有两个很大的利多哦。这两个很大的利多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哦，以后我会慢慢跟你讲。反正你现在来讲，你哪能，你心头爱抓好听啦。昨天好像我们盘中的时候有一个地震嘛。对。哇，震得大家七晕八素，大家人拢足惊。股票市场嘛是安尼啊。你哪是讲你无迄个市场来？然后再震荡一下，你会怕嘛？对。但是呢，什么样的东西你不用怕？基本面扎实的公司，你一点都不用怕。所以你现在要买的东西就是什么？这基本面足好的。我在这边吼，实在感觉讲，你若无赚到钱吼，真正是足可惜的啦。因为你看阮在讲的股票，啊，逐支安尼起，啊，讲到真正起价，我都会歹势，我股票太遐好起啦。嘿啊。有时候我们会有人打电话说：“哎，老师，你的股票太遐好起啦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？”我说不是我厉害，真的不是我厉害，我只是有这个眼睛看到说啊，这个28标股要狂飙了。对，因为什么样？因为大家人业绩都做败嘛，只有他的业绩一柱擎天。你说你不买他，你还有什么股票可以买？其实你不买他，你也对不起自己啊。你光看就好了嘛。对啊，宏硕200块，跟你讲要加码，已经涨了。我们那个时候记得，我跟大家讲哦，我们有股票那个涨完2倍，还有两倍，还有两倍，哎、欸，快达阵了、欸，哎。对啊，可是一般人都200不买，210、220、230都不敢买。难道你要等400才去买吗？那、啊、你说啊，老师，我不敢买，不敢买，你有卖这股票啊？你别叹气，我知道你不敢买啦。我来你念是为着你好，因为安怎，你来做股票，你来做这款股票啊？啊，你唔敢买，啊，我带你买上拄啊好啊。对不对？一天26%，你体验过？你说，哎，老师，我一天赚26%，26%是安怎？26年的定存啊，其他观众朋友，这每过一天就多6年。
哦，昨天讲是20年，现在马上变26年啊，搞不好明天变30年。哦，你再加上去，你几细两个钱用弹回来。对啊，那你不用利用这个股票嘛，把你过去你在股票输的钱连本带利一次把它赚回来嘛？想不想？一定都想啊！每个人都想说啊，宏硕200再给我一次机会、啊。对啊，其实现在已经快7:30了啦，我们再跟你讲这些哦。我嘛希望你欢欢喜喜啊，大家人这股票赚钱，哎，你也不是赚我的钱啊，对啊，对不对？我帮电脑提钱、啊，我帮电脑提钱啊！啊，你说老师都没有人敢买啊，没有人敢买，他为什么会涨停板？那人家买的那些人是比你是有赚到钱的，是没有人赚到钱，你去想就知道了嘛。所以说我们都不用讲那么多。今天去市场，你若要买，你要买那有基本面的标股，你要去买那个28标股，你不找总代理买，你要找谁买啊？你不能找路边摊买嘛？对啊，所以我们讲了，每一档股票一档一档一档都会发动了。其实还有很多股票，在我的口袋里面还有很多这样的股票，基本面很强。然后即将要起，要被逼为股票，要谈唔谈？真正讲一句话，我不差你一个啦。因为安怎讲实在话，我现在很做万摊家己袂当做股票的啊。哎呀、啊，我要去买十点，我赚了退休啊。直接讲啊，你要辛苦被冲向、啊，我是为了帮助你们啊，前来观众朋友。所以说，我们今天还是一样这样啦。今天我们减半了啦。昨天我们说怎么样？两只涨停板起算会起吗？今天只有一只而已啦，为什么？啊、你买什么钢弹？你不要这样啊！你好，那你一只我一只了，好不好？你不要这样，还是两只啦。哦，好啦，因为观众朋友也很想赚钱，我们知道。两个老师一个人送你一只涨停板了、啊，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方案最后一天呢，你换了我的股票去二十六，他中华一耶。今天再给你一次，两只涨停板，我们起算会起。你今天下定决心要赚钱的，你今天下定决心要赚28标股的，你今天下定决心要赚有基本面的股票的。赶快利用这个机会，8:30之前，我们这个专案 close 起来，以后都没了。好，没关系。麦克还没这样了，好了，对不对？要的赶快利用机会，7:30的时间留给你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谨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越来越多牙医推荐高露洁抗敏专家，它立即见效，而且效果持久，我看到它更有效。我推荐高露洁抗敏专家，因为它能针对敏感酸痛的根源，阻隔直达神经的微细管道开口。我在病人身上看到了更好的效果。高露洁抗敏专家立即见效，持久舒缓。高露洁台湾及全球牙医第一推荐。台积电创办人的雄心，我会再创奇迹，屡屡再创巅峰。亚洲投顾27年的服务精神，掌握市场经济脉动，结合国际财经趋势，创造高倍速的获利。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亚洲投顾，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小拍鞋啊，软膏，香港卡富贵手汗斑用小拍鞋啊，湿疹、过敏、皮肤炎，请认明小拍鞋啊，天然安可美容，清水如膏。东源冷气压缩机保固十年，业界第一，能效超越2016年国家节能标准，好礼四选一实施中。Takeo， 灯泡用久坏了可以换新，但是身体却要用一辈子。调节全家免疫力就靠立德。它是健康食品认证牛樟之中唯一。